前一阵啊，网络影片刷落到一生是真深。影片内底，桃园复兴区台七一线便啊休困一搭，都真侪少年人骑奥多麦来拍车来翕相。桃园的警方到月底台七一线的周边，都抓到136件违规。弯弯恶恶的山路是一挂骑单行机车车友上爱拍车驾车的所在。网络影片刷到高的一声真红，影片中讲台七一线也吸引一挂爱骑单行机车人，一家少年族群翕影片的人来这个所在，所以假日车流量变济。应该说北部的山路就北宜跟台七了。然后就这两条就是比较多了。台七一线卫星地的三角大埔到桃园附近的山民，全长是14.15公里。桃警方表示，假日的时间结合三角分局，沿台七一线东部采取区域联防机制，重点处置。您这边的话，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OK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。九月份桃园的部分处第136件，其中严重超速9件，分别开出6000至36000的罚金。九月份针对本市大溪台七周边取缔机车严重超速计9件，无照驾驶、改装设备及其他违规共计54件，通报疑似改装噪音车辆计73件，总计136件。为了不要让山路变作拍车的天堂，阻止山路危险驾驶的外方，通市警局交通大队甲台七分局10月要持续针对台七一线甲罗马公路弯路的路段，加强处置严重超速、也加危险驾驶者的勤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